哇，这他怎么打？哦，难搞了一下。黑手在这里，白手在这里啊，什么？就轻轻贴一下，贴呀、啊。贴一下对啊，那 OK 了。好，给你看一下啊，很反方。哇，两步上，跟刚才一样。你怎么打？我哎，好，在刚才这个位置的时候啊，你就应该要想到先用两步的线让白手距离大一点。防守有两个准则，第一个是让对手不好打，有道理。第二个是让对手不好防，因为你距离远了以后才不好防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就先下手为强嘛，啊，打他的薄边，又在两步上去，看一下，又在两步上去，到这里，对。